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真的只有一个踏板吗？很显然，和所有的车都一样，特斯拉也是有两个踏板的。单踏板模式是一个非常能让人误解的说法，也不知道是谁取的。其实，在特斯拉的车机系统里是找不到所谓的单踏板模式的，在踏板与转向中，它其实叫做保持模式。没有开过的人都说它反人类，开过的都说香。由于网上太多对它的误解信息，导致很多新手司机刚开始提车的时候不太敢用保持模式，但熟悉一段时间后都会换成保持模式，并且赞不绝口。今天我们就聊聊特斯拉保持模式的驾驶逻辑，希望能解开对它的误解。传统燃油车甚至市面上大部分的电车都是踩一脚油门后将脚放在刹车踏板上来控制减速，而特斯拉保持模式的逻辑是踩下加速，抬起减速。驾驶车辆时只需要将脚一直放在电门踏板上就可以了。很多特斯拉老车主行驶几十公里都是不需要踩一脚刹车的，刹车片几乎很少磨损，你坐他们的车丝毫感受不到强动能回收带来的拖拽感，行驶质感无比丝滑。这就是保持模式熟悉之后的增香定律。真香，哎呀，在城市里驾驶，保持模式确实更轻松。相比原来需要频繁改变脚步动作，保持模式只需要控制肌肉的曲张就可以驾驶车辆了。电门踏板就像粘在脚底一样，加上电动车动力传递没有迟滞，熟悉后能体会到真正的人车合一的感觉。但是有一说一，保持模式有两点不够人性化，是需要适应的。第一是倒车时也需要踩电门才能移动车辆，而不像燃油车使用怠速来倒车，对于力度控制就需要更加谨慎。第二，在高速行车时，如果不使用 AP 辅助驾驶，长时间使用保持模式真的非常累，脚步得不到一点放松，因为一放松车辆就瞬间降速了。所以那些开特斯拉高速不使用 AP 辅助驾驶的都是狠人，难道你们脚不酸吗？特斯拉为什么要特立独行地坚持使用强动能回收加保持模式呢？一方面是为了节约能耗，提升电动汽车的续航，另一方面也是培养用户习惯。当用户已经非常习惯使用这种驾驶模式后，就再也开不回其他车了，哪哪都觉得不对劲，用户忠诚度不也就培养起来了吗？不管保持模式是不是更好的驾驶方式，只要改变用户习惯，就一定会有人反对。特斯拉在诸多方面颠覆性的做法，让很多人很喜欢，也让很多人很不喜欢。下期我们继续聊聊保持模式是不是会让踩错踏板的几率变得更大。关注我，每天分享新能源汽车的细节体验。